现场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哇，谢谢，感谢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浪漫艺术季，我们的小镇艺术季浪漫台三线在场内的活动。其实昨天晚上如果来欣赏日本乐团演出的好朋友，跟今天早上有欣赏的好朋友都知道，一连串的音乐演出都相当的精彩。在我们的入口迎宾处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小本子，大家都可以去索取来欣赏一下。我们所有的演出单位的介绍都在里面，所以今天呢三点在场内为大家来进行表演的就是台湾竹乐团。台湾竹乐团是第一个以竹子，台湾的竹子为主，它呢是唯一一个以竹的乐器为主的乐团，所以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生态的一个乐团哦。他们的团长罗正辉团长呢，特别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来仔细欣赏他们所带来的每一种音乐的演出。所有的乐团的简介在我们的 DM 里面都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也准备非常多的曲子，不同的取向的曲子来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欣赏。所以我们待会可以看到台上是不是有很多竹制的乐器呢？那大家等一下就一一的来欣赏他们敲打出来或者是弹奏出来吹奏出来是怎样的一个美丽的结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音乐的演出好吗？好，谢谢大家，以热情掌声来欢迎台湾竹乐团。他们希望以台湾为名，深耕台湾，将他们最喜欢的音乐传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一个曲子要带来的是由团长他们自己所编制的曲子，这首 曲子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音乐就像天空中的风筝一样，我们是无远佛界的，因为飘扬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的音符都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所喜欢的。所以带来的第一首曲子只要的天空，这个只要呢就是指风筝的意思。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谢谢。
志远，像他们一样在田野中呢看到天空的风筝。